正在美国筹备新专辑的韩国女子组合 Wonder Girls 日前抽空现身上海，与乐基儿、周韵、任达华、奇迹夫妇等明星出席某服装品牌的活动。当晚各路明星盛装出席，在红地毯上争奇斗艳，随后他们又一同观赏了精彩的时尚大秀。出道以来， Wonder Girls 的歌曲以其独特的复古舞曲风而备受欢迎， Tell Me, Nobody 等歌曲更是大肆流行。今年他们的新专辑也将隆重推出，不知道他们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和期待呢？현대적인것들과많이믹스된그런앨범이될것같고요네여러분들이또많이좋아하실만한원더걸스의색깔에맞게모두즐길수있는그런음악들로구성될것같습니다他们现在在美国就是准备了一个新专辑，就是那个新专辑的风格就是跟以前那个 Nobody 跟 Tell Me 可能是有一点相像，就是那一种流行的程度，他们想要做成这一种流行的程度。然后就是他们的曲风方面就是比较有一种复古的味道，可能就是有一些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一起在融合在一起，然后就是可能会散发一种很现代的感觉。所以呢，就是还有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一个专辑是人人都可以很愉快的去享受的一个专辑。不久前 Wonder Girls 在网络上曝光了一组他们在美国拍摄的照片，相比以往的造型显得性感成熟了许多，因此引来众多粉丝点击观看。当夸赞他们变得越来越成熟性感时，几位乖巧可爱的女孩变得不好意思了起来。그 섹시한 모습이라고하기에는저희도되게손발이 좀부쑥스러운데요 근데앞으로이제저희가또가수인만큼원더걸스인만큼이제음악을통해서그음악에맞는그런컨셉을많이보여드리려고노력할거고요뭐섹시라기보다는앞으로이제저희가나이에맞는그런뭐지금은잘모르겠지만 나이에맞는그런원더걸스만의모습보여드리려고노력할것같아요就是说说他首先就是他说你说他们性感，他其实觉得很委屈很尴尬，然后就是说他们其实与其说你说他们性感，其实他们想要说做好那个音乐，那他们是一个歌手，他想要观众听众粉丝记得他们是一个歌手，所以就是通过那个歌曲然后去了解那个是什么，而不是说那个很性感的外貌。而且就是如果是外貌方面的话，那可能就是随着那个年纪可能会大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是在找一些形象跟那个 Wonder Girls 配合的，也不说一定要性感。好，谢谢。好，谢谢。